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的新历11月1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到店来关心闪电风台以上新的景象。气象局在今日早起8:30已经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那闪电伊的威力，即阵是到达我伫咧减弱。台南、高雄已经脱离暴风区，气象局也针对高雄、屏东、平湖发布大雨特报。那今日因为是24节气的立冬，代表讲冬天到位啊。不如个北台湾中岛的温度有可能会来到32度。等到暴风区伫咧下晡渐渐离开台湾，东北风搁吹落南，安尼北台湾才会有明显较凉凉的感觉。咱先做伙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说明。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的第20号台风闪电，目前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西北西方大约170公里海面上。我们预计它未来会持续朝东沙岛的方向前进。过去的这几个小时之内，它的暴风圈缩小到60公里，中心的最大风速也减弱到每秒大约20公尺左右。所以目前台南以及高雄已经脱离了它的陆上警戒范围，但是我们还是持续针对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天其实这个台风减弱之前，离开之前还是有可能会有3到4米左右的浪高，而且在西南部的沿海以及澎湖还是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所以在刚刚气象局也持续针对高雄、屏东以及澎湖发布大雨特报。那昨暝伫咧台东有落雨，因为袂堪得这闪电风台这风雨直直扫，全倒落来去地着停伫咧路边的汽车。那伫咧南环公路，也有两个人驶车经过山路，拄好有土石落落来，全着伤。警方伫咧意外发生的所在有封锁线，因为南环公路吹了暗，有一台车祸落来石头陷着，不过在车顶迄当阵无人。另外，海端乡一台车是驶到半路时阵被落来石头陷着，车顶两个人家己走出来，规身躯拢擦伤。与自行脱困之民众接触，立即由慈善911海端911对两名伤者进行清理伤口、包扎止血，后送关山慈济。好在两个人拢无性命危险，大高山道两端有车倒来，跌着停伫路边的车。今年第一例侵袭台湾的风台闪电扫过台湾东南部，海上警报伫咧吹过岸就已经发布。吹浪早起一个业者自后壁湖载游客去南湾附近畅水，垦管处要发。如果发布台风警报的话，也都禁止潜水，至少可以用国家公园法来裁罚3000。风台慢慢离开，随即全国拢是正常上班上课。北部天气变作较湿较凉，温度自31、32度降到23、24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继续来关心美国总统选举现处时开票的情形。即马还阁有6个州的票要被完全开出来。现处时拜登是暂时领先，不过 Trump 伫咧初五的时是伫咧白宫开记者会，指控迄挂选民用假的假出去的选票有去红做手。不过伊煞提不出任何证据，被认为根本是空嘴报纸。来美国3大电视网 ABC、CBS 和 NBC 也因此停止转播。拜登是伫咧选举了后第3次出面发表谈话，伊讲伊请伊支持者着爱冷静，伊对家己要当选这场选举有信心。拜登赢到密西根甲威斯康星了，川普这边要求威斯康星重新计票，并且伫咧宾州、密西根甲乔治亚三个所在提出停止计票的诉讼。乔治亚甲密西根两个所在法官5号拢来驳回，6个州依然伫咧统计选票。川普吹恶案伫咧无证据情形下，指控邮件选票贪渎舞弊。Democrat officials never believed they could win this election. Honestly,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at's why they did the mail-in ballots, where there's tremendous corruption and fraud. 川普讲，伊伫咧佛州、爱荷华、印第安甲俄亥俄州拢摕到决定性的票数，指控民主党要偷走选举。这个时阵 ，ABC、CBS 甲 NBC 3大电视网，一个 CNBC、MSNBC 等有线电视台，拢甲直播中断。新闻主播解释讲，中断的原因是总统讲的唔是事实，也过经过查证。As we looked
as did the national poll observers. And to this very day, no proof, really concrete material could be found, what could be seen as a base for these allegations. So.在选后两天，对川普的发言，一直都领袖力的共和党委员当量级别人士在川普白宫讲话了后，推文表示受气。犹他州的参议员罗姆尼就讲，所有的选票拢要被算掉，这才是民主的核心。前亚利桑那参议员弗雷克讲，共和党人无应该同意总统拄啊讲的话，伊无接受。前纽泽西州州长也是川普好朋友，不亲自陪川普模拟大选辩论的克里斯蒂，在 ABC 新闻的访谈叫川普迈过限动，有证据就提出来。I think the Democrats are used to this from a Republican Party that hasn't had a backbone. You're not going to see that this time around. That party is gone, and anyone that doesn't fight like that should go with it.拜登找我在选后第三遍出面讲话，希望支持者冷静，有信心赢到大选。Democracy is sometimes messy. It sometimes requires a little patience as well. But that patience has been rewarded now for more than 240 years with a system of governance that's been the envy of the world.拜登好整理电影，随时设立政权交接网站了。《华盛顿邮报》在七月的相关报道就讲，美国特困局最近会提升拜登在威灵顿市的慰安等级，为苏格兰在当地举行的竞选演讲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啊，那这摆美国总统大选，这些人等开票是已经等到起配面。即马有支持 Trump 的人是就加入抗议，讲这场选举有去红存卡出手，根本就无公平。啊，那支持拜登的人是根本无甲信道，甲对方抢起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也未出来，川普甲拜登的支持者是拢猫猫看。川普自己几个摇摆州计票的作业。也让双方的支持者情绪紧张，小人刷去街路示威表达他们的不满。在宾州费城闹热的所在，川普和拜登的支持者徛在街路的两边，去予炸弹还有徛铁马的警察隔开，不过也是有人在遐一句来一句去。关键的由拜州亚利桑那已经开出90%的选票，目前由拜登暂时领先。要拿川普的支持者去竞选的阵营互相加油，讲要在亚利桑那州摕到胜利。另外，乔治亚州开票率已经达到99%，川普甲拜登的得票率拢嘛伫咧49.4%。要拿首都亚特兰大，组织川普的支持者对开票的结果是真不满。If everything is done legitimately and fairly and truthfully, he has already won. He's already won the election. They're just stalling it so they can try to steal it with more and more fake ballots. Trump 成功摕到犹他州、佛州29张的选举人票，内底差不多有150个拉丁裔的川普支持者，在迈阿密一间真有名古巴的餐厅外口，响应川普指控选举计票的过程有问题。It's completely obvious they're stealing it, and the fact is, all these people around here, we're not about to let that happen. 在纽约，民众去街路要求计算每一张选票，刷机数出现动乱，至少有50个人去被警方抓走。真正的原因目前也无清楚。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有川普的支持者聚集在计票中心外口，这个对手在大选村卡出手，到暗时毛川普的支持者大声话讲，叫对手唔通把选票偷摕走。川普阵营表示。会针对这个州投票的乱象来提告，包括出现下州投票，还有死人投票的情形。不过，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事实查核报道指出，川普伫咧演说当中表示，假使干那看合法的选票，伊轻轻松松就会当选掉这个讲法，是无经济错误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啊，那美国大选的结果，两必会影响到美国、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总统蔡英文在七国有在 Facebook 发表声明，强调无论什么人当选，相信伊拢会继续来强化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啊，那海基会代理董事长柯信雄，伊是认为，无论是什么人选掉，台湾拢应该爱提升咱家己整个的竞争力。
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拜登暂时领先接近当选抗战，也引起在台湾的川普支持者焦虑，拢去美国在台协会并且人会质疑投票作假、操弄选举。台湾民众真关心美选，总统蔡文七五伫并且发表三点声明，稳住民心，相信支持台湾已经成做美国主流兵器甲党派的共识，将来也继续深化关系。七六蔡总统出席活动，对美选议题无阁做回应。总统有机会和拜登通话吗？会邀请川普访问台湾？美选结果也牵动美中台关系，学者聂德奇指出，蔡文上任了后较少经营甲民主党的关系。那拜登胜选，较歹调整方向，也出现政府对唔着步的质疑。金宝集团董事长也是海基会代理董事长的柯庆雄认为，拜登当选美中关系可能较冷酷。不管三人当选，上重视台湾爱加强竞争力。我认为不必要这样做哈，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要有很好的竞争力。如果是拜登上来，当然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作业，大概可能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改变，可能会比较缓和的处理吧。但真正的一些政策的这种比较成型、具体或成熟，我觉得要到明年才能够做判断。中华建筑经济协会也举行美选后座谈会，分析美中台三方未来发展。李大中分析，虽然即马结果还有变数，卡苏川普连任对北京会阁较强硬，卡苏拜登当选，奉行多边主义甲中国会阁较侪合作，对台政策是毋是调整，还阁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疫情，国内昨增加四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有三个是印尼的女性移工，一个是对墨西哥回来的台湾人。另外，台大病院最近有收到一包，唔知是为倒位来的报告，内底拢是粉，怀疑是生物的恐怖攻击。即马经过检查，加在内底无去防染出病毒。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加四个境外移入的病例，是按号571到573，拢是印尼籍的女性，差不多20至40外岁。今年10月2日，坐同一班飞轮机来台湾做工课，入境到达三人拢无症状。11月初是检疫期满进行采检才确诊。目前在医院隔离当中，也若按号574，是台湾籍20外岁的女性，今年2月份去墨西哥做工课，捌伫咧当地接触到确诊的人，也阁出现流鼻水、十鼻、头壳红等等的症状。11月初是回来台湾的时阵，有主动讲伊有病史，也阁有接触史。伫机场采检了后确诊，指挥中心表示，最近印尼境外移入的病例增加，目前当地考虑提悬所有为印尼入境的旅客检疫的措施。是不是会针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印尼籍的移工会或从印尼来的这边会做这个请他们提供这个所谓阴性证明的部分，我们当然在研议。另外，台大病院初五暗时收到一个报告，内底看起来是奇怪粉，引起胸部恐怖攻击的疑虑。警方接到报案了后，由卫福部疾管署派胸部防护应变队的成员，全副武装去现场采样，而且把检体送去昆阳实验室做快速体检。了后，阁透明送去国防部预防医学研究所做核酸的检测，拢总检17种的病原体，加在全部拢是阴性。我没有办法说排除它任何的深孔，因为还有其他嘛，它可能是爆裂物、放射物质或是毒化物。我们验的只有就是属于生物病原体的这个部分。指挥中心强调讲，为了因应国际防范生物恐怖攻击。疾管署伫咧全台湾六个区管中心，拢有设生物防护应变队，而且每一年拢有做演练。若发生类似的事件，都会当随处理。也若台北市卫生局接到疾管署的检验报告了后，已经通知台大病院解除现场的管制，而且做清洁和消毒。记者综合报道。那今日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苹果日报》。台北市伫咧九月份，因为发生有公车混账、有假毒，塞车时无细理，怎甲规只公车塞去弄人行道，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未来交通部会修改陆上运输特定人员验尿的这部分实施要点。未来混账全部拢着爱验尿，而且伫咧采检进程未去防提早通知。
希望会使阻止类似的悲剧搁再发生。来看《中国时报》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年台湾大赛，即马中信兄弟是暂时领先统一赛，比数3-2。今日暗时两队会伫咧台中的洲际亚球场拼第六战。啊，那中信兄弟会先派德保拉发球，统一赛这边是会派蒙威尔来应战。来看《联合报》。昨交通部核准台中捷运绿线通车案，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上紧一礼拜内上班，11月底进前就会开始试营运一个月。试营运的期间，民众会必须爱入这个电子票证，包括悠游卡、一卡通、甲爱金卡，拢会使来入。来看第五个消息，彰化县政府甲旅游业者合作，即马要塞出3天，共16,800块的旅游行程，要带民众去彰化甲南投看古迹，也去看一挂国宝级传统艺术伫咧做工艺的功夫。不过即马有民众就认为3天就要开16,000块，实在伤贵啊。去彰化鹿港游古迹、食小食，帅去参观大苏工艺，近距离甲大苏对话，欣赏创作。彰化县府甲旅游业者推出高端旅游行程，按个爱16,800，一般民众感觉实在是伤贵啊。16,800，对，一万，对，几天？3天2夜，按觉得这样的价格你可以接受吗？那要看地点跟住的地方啊。饭店一定要好，才会吸引人。对，要不然那些景点自己都可以去。对啊，我骑摩托车到了。疫情影响未当出国，彰化县府看好各路商机，甲旅行社配合主推文化，甲彰化特有景观，深度旅游的总裁及假期，介绍16,800，时间3天2夜，为台北出发，包含彰化鹿港、南投、埔里甲日月潭。行程重点除了彰化线行车库、甲鹿港小食、玻璃馆古迹，还有工艺大师对话。南投是体验地文化以外，还有日月潭游湖。因为一般游客大概都是比较喜欢热闹，形式上会不太一样。那所以这一次这个比较高端的，他们其实取了一名叫总裁假期，就会偏向比较高端的分子。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把整个都把它做一个盘点跟整理，啊，整个品质都要维持相当的品质，啊，才会让大家觉得说这是算是物超所值。学者建议，行程大部分是现有的景点，要加强解说和行程的转接以外，甲一般游客分流和硬体加强，才能做出甲一般各路无同款的品质，提升大家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看完，即马来看台北市南港的都市更新案。即马已经有超过60户愿意甲附近的新建案斗阵起厝，不过有几个客户因无同意。即马想要换厝、想要都市更新的人是认为爱甲即几户无愿意点头的人排除在外，不过去红排除在外，在厝体占地面积刷加加起来无到1,000平方公尺，所以即个都市更新案即马是卡掉了。墙壁哦，你看我们如果油漆没多久，差不多几年而已。你看现在水都渗进来。楼梯间的壁顶拢是壁岩，旧楼梯嘛出现壁损，甚至钢筋拢走出来。啊，这个裂的这样子，你看。台北市南港的西新里，一间买50年四层楼高的公寓，住伫遮的人嘛有火啊！逐工举竿也伫个爬楼梯，唯一的心愿都是希望有一天会当成功都市更新。讲有电梯啊，较免安尼爬甲喘甲。去年台北市府推动南港三专区，推动限期6年都更奖励政策，不过到今仅有大型的建商有成功起大楼，边仔的旧公寓无人受惠。即马西新里差不多64户的旧公寓整合完成，而且按算甲附近的大型建设公司基地协议合建，所以因为有几啊户无同意，所以要卡掉了。再同意户想要甲顶啊户做分割，不过依三专区的规定，分割村的土地要伫1,000平方公尺以上，土地切割的条件关是真恶整合。剩余的面积必须超过1,000平方公尺，但是呢，台北市都市更新条例明明说500公尺以上就可以，那你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严苛的条件？你是不是在找南港区住户的麻烦呢？它会规范1,000以上，是希望，它有一定的开发规模的效益，它还有邻近单元可以做整并的动作。原则上，1,000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可以处理。杜景同意后表示，依三专区的规定，杜景的计划要伫2025年1月份进行，送件予市府报核。
工业区就会变成做主体区，不过若超过期限就会变做工业区，后日就袂当阁改起主体，未输以后就无翻身的机会。国家上建商因为贷款买土地，有立钱的压力，要提早开发。干那愿意等到年底，在时间的压力之下，居民五万会当得到台北市府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看，十月初有一只编号叫711的台湾乌熊，去中到掠山猪的迄种陷阱，全伊的手指头啊、甲筋肉全部拢受伤。即马经过特生中心的抢救，伊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差不多啊。那尊公后续的观察拢顺利，一只711的乌熊上紧11月底就会使登去深山拿来。兽医师搁一摆替编号711的乌熊空嘴舔起来。伊倒前脚的枕头骨已经提掉，筋肉受损，兽医希望为伊家属联合康脆。手术过工透过人啊内底 CCTV 能看到乌熊能爬过矮墙，还阁用受伤的倒前脚先轻轻落地作为支持，复原情形真好。如果缺脂的话，最应该是主要影响是它攀爬爬树的能力而已啊。但是因为黑熊它本身来讲，它就是杂食性啊，它以植物类的食物居多啊，所以那个缺爪子的话，是对它基本上生活和野外的生活是不会有影响的。七一乌熊十月七日在台中和平东茂山一个果园被特搜定掉咧，伊想要挣脱，暗过失败，还阁一直流血，画面予袂少人拢真唔甘。后来将伊麻醉了后，送去特生中心急救站治疗，两摆健康检查发现已经大颗4公斤，那顺利等于准备压放。会在笼舍比较高的地方呢，来放置食物，来观察它的攀爬能力。作为我们野放之前的这个评估，若一切顺利呢，我们渴望在11月底可以来进行野放。现在7月又被山往外口较大的所在大，新环境会有点紧张。为了下摆能顺利野放，这段期间照养员避免跟接触，也避免伊对食物件甲人产生连接，可以继续对人类保持警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的医疗奉献奖，有8个医疗人员拢有得奖。有人是上山落海，看过台湾每一角落的人，因的健康，包括伫咧台湾奉献超过50年的陆玉石神父，也够有三扎山鞋啊，和医疗制度化的柯庆玉医师，甲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将有功劳的朱秋芬医生，拢有得奖。总统蔡英文接近今年第30届医疗奉献奖得奖的人，这名医疗人员在台湾偏乡甲离岛，长久以来守护台湾医疗较欠缺的每一个所在，已经来台湾超过55年。意大利籍的新妇吕若瑟嘛是得奖的人之一。以我的个性，我不喜欢，但就是希望自己默默地做事情，帮助别人呢。常常说不喜欢得到什么奖啊。以我们天主教为天主做事情。面对得奖，吕若瑟神父是真谦虚，伊长期关怀新疆儿童，搁伫个宜兰成立圣家民客地中心关怀新疆儿童。因过那厝里有早产的囡仔，大部分拢无法度负担遮尔啊济医药费。柯庆新医师投入抢救早产儿40年，嘛推动早产儿医疗制度，也够健保给付单株抗体的下，帮助袂少家庭。我们的医疗不是只有救小孩子，生命危急的时候把他们救活了，那他们之后要回去之前，我们怎样去了解他的家庭，家庭要照顾的功能怎么样。种在这个病人的右边，变成两个外来的心脏互相跳动，两个心脏各跳各的，但是这个病人终于可以离开ECMO出院。今年83岁朱淑芬医师是台湾头一个患者心脏已经停起，而且佫成功手术的案例，佫替一个本身有2粒心脏的患者做心脏移植的手术。除了个人的奖以外，医疗奉献团体奖是由屏东齿科医师工会下底偏远巡回医疗团体得。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早起8点半，气象局已经解除闪电风台陆上风台警报。不过气象局也针对高雄、屏东平湖发布大雨特报。下晡呢，这东北风流流啊增强，大台北也个东北部地区会落低阵雨，有一挂所在会闪大雨，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咱做回来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
坡温度上低二十二度，上高三十二度。再来看中坡，温度二十三度到二十九度。在咧南坡，温度上低二十三度，上高三十度。东坡二十三度到三十度。金门气候马祖二十度到二十七度，好。感谢乡亲收看今日早起新闻，祝大家万事如意，咱再会。